出入红尘几江湖，四下环顾，满目啼笑皆孤独。寻觅追逐来路，落花残雪浮，贪恋辜负，归处又已无心度。一方江湖爱一个梦，群雄逐鹿，一片天地牵马同行，笑谈人生，一统天下兄弟反目，心带凝固，一身荣辱尝尽冷暖，难寻归。我生平武学，还得了一个传染。姥姥最后的请求，你竟不肯答应吗？师伯，我真的不行。梦中的姑娘，想见不想见？那便答应我，做灵鹫宫的主人。虚竹，把那幅画给姥姥，让我把它撕得粉碎，我心无挂念，便可指点你去寻那梦中姑娘的途径。快拿来。好，好。不是他。不是他，姥姥，不是他，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村主，村主。是你先死了，师姐，到底是你胜了，还是我胜了？哎，别发现，别发现，别发现，收回去，收回去！你们主人刚才跟我苦拼恶斗，终于不敌，你们这些银烛之火也敢与日月争辉？师叔，你怎么活了？小和尚，快，你把那幅画拿过来给我瞧一瞧。为什么师姐又哭又笑，啼笑皆非的死去？哦，好。师叔，这画上的女子与师叔也有几分相似呢。是她，啊，是她，是她。
叔，师叔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小妹子，她跟我长得十分相像，只是她的右眼角有一颗黑痣，我没有。师姐说，师哥给她画了一幅肖像，朝夕相处，我不信，却没想到，竟是小妹。师姐初见此画，直到画中的人是我，她并没有留意到那个痣。直到刚才她死前，她却知道画中的是小妹，不是我。所以她连到了三声不是她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师叔跟师伯都对师父情有独钟，可是师父心里面却另有他人。师叔，那您的这个小妹还尚在人间吗？师父让我拿着画像去寻师学艺，她是不是就生活在这大理的无量山中啊？不，他让你找的人是我。当年我和你师父住在大理无量山剑湖之畔的石洞里，逍遥快活，胜过神仙。我还给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师哥，你这玉像是照着我的样子雕的，你与其长日长夜地盯着那玉像，何不与我抚琴下棋，岂不更快活？师哥，师哥。师哥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成天盯着这个手雕的玉像，却对我这个大活人不闻不问。我不毁了他，难道还让他毁了我们？死离不开他，那你就与这玉像相亲相爱，双宿双飞去吧。师哥，你聪明绝顶，却又痴的绝顶。为什么你会爱上自己手雕的玉像，却不爱那个会说、会笑、会动、会爱你的师妹？你是把那个玉像当成了我的小妹子，是不是？我吃着玉像的醋，我出去找了许多俊秀少年郎君，当着你的面跟他们调情，因此你一怒之下走了。再也不回来。师哥，其实你不用伤心，那些美少年已经被我一个个的都杀死了，沉在谷底。你知道画中的人是我，所以你叫着土豪拿着画来无量山找我，可能连你自己也不清楚你心里到底爱的是谁吗？
你为什么这般痴痴地盯着那个玉香？我现在终于懂了。我佛说，人生在世，难逃贪嗔痴三毒。师父、师伯、师叔，武功卓绝，但也纠缠在这三毒之间。他们心里的痛楚、烦恼，与凡人无异。贪、嗔、痴。求之不得，是为贪；阴晴不定，是为嗔；看不破一个情字，兜兜转转一辈子，不为痴，又为什么？我和师姐兜了一辈子，其实不过是两个可怜虫。都被这没良心的给骗姑娘，你怕冷，不能受寒，以后要多穿一点。这是我以前受伤留下的病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我是听郎中说的，他说你体质单薄，天生畏寒。原来如此。来，喝水。阿紫姑娘，你最爱热闹了，想必天天待在这丐帮分舵也是无聊得很。不如这样，等你好些了，我带你出去逛一逛。而且这后山上面啊，有很多千奇百怪的毒虫，你要是见到，一定会开心的。我看不见，又怎么会开心呢？是小人不会说话，让姑娘生气了。姑娘，以后只要你想做的，我都陪你。那你陪我去逛街吧，虽然我眼睛看不见，听听热闹也是好的。好，那我先扶你回去休息。那姑娘早些休息，明日带你逛街去。嗯。
不对，此人当初自称路过，从师父手中将我救下已是可疑，对我的情况如此了解，连我喜欢毒虫都知道，更是古怪，莫不是哪个仇家趁我眼盲想伺机报复不成？可看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殷勤得很，不像是仇家，倒像是。我姓尤，名坦之，我不是铁手。不可能是他。那铁丑哪有那么高深的武功？再说，他让冰蝉已经给毒死了，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不行，不管他是谁，我不能留在这里，我要想办法通知姐夫，姐夫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姑娘，今天镇上好热闹，你看这边有卖那个手捏的糖人啊，这有卖礼品的，卖礼物的，哎，还有你们女孩子喜欢的胭脂水粉，有香水什么的。我又看不见，我要这些做什么？冰糖葫芦。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啊。又香又甜的冰糖葫芦。庄大哥啊，是不是有卖冰糖葫芦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前面就有。那你买来给我吃吧。好。好吃的冰糖葫芦。哦，对了，阿紫姑娘，你眼睛现在不太方便，要不然你就在这儿。哎，小心啊。这是一个摊子，你站在这儿等我回来，啊。好，好，我等你。啊。什么呢？写点什么，姐夫才会知道我有危险？有了，阿紫姑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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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我觉得外面有点太阳太大了，晒。啊，冰糖葫芦我给你买回来了。啊，来。啊，有点晕。好晕啊！阿紫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这有点晕啊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走，我带你回去。姑娘，庄大哥，庄大哥，你在吗？阿紫姑娘啊，阿紫姑娘，这是哪儿啊？庄大哥，你已经回到房间了，你刚才突然晕倒，我就把你带了回来，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只是突然觉得有点头晕，想扶墙休息一下，可是却什么也看不见。还好，还好你及时赶到。阿紫姑娘，我教你一套内功心法吧，可以调养身子的，你照着我学。学那个干什么呀？你别白费力气了。不会白费力气的，这套内功心法厉害得紧，对你身子一定有好处。你现在看不见，我便手把手的教你，可好？紫姑娘，我们开始了。我的经书。
少林寺的易筋经怎么会是施主的东西呢？既然现在在本座手上，那就是与本座有缘。告辞。站住！阿紫姑娘一个人在房间里，眼睛又看不见，这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？整个灵鹫宫已经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你们这帮丫头就别死撑了，别以为不说出生死符解药的所在，我们便舍不得痛下杀手，更别指望童老还能回来救你们。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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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秋水，跪下！童老大卸八块，抛尸山谷，我随便捡了一口，你们看看是真还是假？是生死符，生死符，生死符，生死符发作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是生死符，生死符催命来的。哥哥，你先静一静，别慌，我替你点穴道，咱们再想法医治，行不行？哥，王姑娘，你精通天下武学，可有法子救他一救吗？这人如此发了狂乱状，又没有使出什么武功招数，我即便想救也没有办法。童老已死，只要你们将生死符的解药交出来，你们放心，谁也不会为难你们的。不是我不肯说，实在是谁也不知道啊。尊主行事向来隐秘，怎么会让我们这些奴婢看见？看你们是找死啊！你们这些臭丫头，我打死你的狗丫头！是谁？谁坏爷爷好事？宋球，童老，啊！童老，童老，童老在哪？童老来了，童老活着，在哪儿呢？宗主，童老在哪儿？宗主在哪儿啊？这人是谁啊？都定住了，是发生对呀，他们把这些人都给定住了。快去接引八部姐妹们过来，和他们决一死战。是，多谢公子相救。多愧疚啊，把他们就是救了啊。哥，你没事了。没事，谁把你打成这个模样？你告诉哥哥，哥哥替你报仇雪恨。没事，你好了就行了。小和尚，童老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好了，啊！这是谁呀？童老前辈并没有被大卸八块。啊！我现在也不是小和尚了。你是谁呀？哎，吴老大，这童老到底死没死啊？各位，在下名叫虚竹，童老他老人家
确实是已经仙逝了。我知道，大家都是他从前的部下，跟他有一些恩怨，但是人已经先去了，不在了。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去瞻仰一下童老前辈的遗容，然后在他的灵前给他叩一个头，然后种种恩怨咱们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臭小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胆敢要咱们在这老贼婆的灵前磕头？老贼婆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是不是死在他师妹李秋水手里？童老前辈他确实是死于李秋水前辈手下，想他童老前辈生前武功盖世，也难逃这化为黄土的命运。小和尚，童老临死的时候你是否在他身边呢？在啊，这几个月我都在他的身边。那破解生死符的宝诀呢？宝诀啊，吴先生，哎，你干嘛？杨，我的画。这不是王姑娘吗？你是带着画儿上的姑娘。王姑娘，谁呀？谁呀？你是一个小和尚，带着姑娘的画呀？表妹。小和尚，童老临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要知道他说什么干嘛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你就说他说了什么。好，童老他在临死前，但是。不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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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他！没了，啊，没了！还说什么不是他？童老死的时候到底还说了什么？这老贼婆！老前辈，我可警告你，童老他老人家已经仙逝，你对他要尊重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！不客气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云刀主的厉害！拉好了。周不凡来了！周不凡来了！小兄弟，童老在临死之时，除了说不是他，和哈哈大笑三声之外，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梦中的姑娘，想见不想见？我心无挂念，便可指点你去寻那梦中姑娘的途径。”小兄弟，童老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姓卓的非但不会为难你，还有大大的好处给你。卓先生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这个事情我不能跟你说的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卓先辈，这句话只和我一个人有关系，和你们诸位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们。
手捉弓箭乃是福建建阳一字会剑门的绝技，这位卓老先生想必是一字会剑门的高手齐素。姑娘好眼力，居然认得出老朽的剑招与门派。小兄弟，你将童老的遗言告诉我一个人，我这几招剑法便传了给你。卓不凡，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独吞生死符的秘密，挟持我等？就是，小子，童老到底给你留了什么遗言？你老实的告诉我，如若不然，让我们这些人把你乱刀分尸了，那滋味可就不好受了。小兄弟，你莫怕，童老的遗言，你只需要跟我一个人说。倘若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这剑法便不能传你。哎，卓老前辈，这句话我真的不能跟你们说。你们就算打死我，我也说不了这句话。另外，卓老前辈，您的剑法真的是卓越超群的，但是在下不想学。好小子，有骨气，他的剑法学了没什么用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是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本是少林寺的弟子，我不能学他派武功的。我已经学了两门了，我就更不能学别人的武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兄弟，你的心事我全明白。不劳前辈，我自己来。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嘛。只可惜，有人从中作梗。你要想称心如意，却也不易。这样吧，由老夫一力主持，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，今晚便在这灵鹫宫中洞房。王姑娘小心。高公子，大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大公子，王姑娘，我要死了！祝你和慕容公子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不！哎，公子，你别这么说。你会没事的，你为了我，王姑娘，你是为了我才流泪吗？王姑娘，我断于此生能得如此，就算再让他扎我几十剑、几百剑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张公子，别，我马上就要死了，王姑娘，你死不了啊！王姑娘，你也不用太过伤心，段公子这伤三四天就能好了。你说真的吗？他死不了，三四天就好了，连药都不用敷。臭小子，你找死！Thank you.
太厉害了！嗯，是，连楚不凡都打不过，就是。楚不凡都败，可不是吗？神不可测，非凡呐！深藏不露，真是。太厉害了！与童老关系匪浅，断不可让他逃了。大家先一起上，将人擒住，再做打算。好。糟了糟了，出手出重了。哎呀，老前辈，不好意思啊，把剑还给您。我卓不凡终日打鹰，不想今日被鹰啄瞎了眼。小兄弟果然身手不凡。老前辈，佩服，佩服。后会有期。站住！灵鹫宫是什么地方？容得你想来就来，想走便走吗？童姥姥坐下四侍婢参见虚竹先生，侍婢迎接来迟，还请主人恕罪。快快免礼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不敢，不敢。谢主人。主人，婢子四姐妹一胎孪生，童姥姥给婢子取名为梅剑，这三位分别是兰剑、竹剑。菊剑，适才遇到各部姐妹，得知诸般情况，现下婢子已将大门关上，这些大胆作反的奴才该如何处置？还请主人发落。生死符，生死符，生死符，是啊，生死符要发落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
生死不，生死符，只要你们告诉我种在哪个穴位上，告诉我，我会一一为你们诊治的，好吗？求求各位，大伙儿听我说，各位安静安静，你们这边嚷嚷，虚竹先生不知道怎么开始。啊，对，虚竹先生，啊，来这儿说，来。各位，在下不才，承蒙童老前辈传授了这破解生死符的法门，只要是知道种在哪个穴位上的，我都能一一诊治。这不知道种在哪个穴位上的话，在下辨认穴位的方法还是尚为肤浅的。但是，只要你们不着急，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方法，直到给你们治好为止。好，快去帮忙！你们几个快点！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，众生已经山口海阔，一切皆有所得，前尘事多惊人梦魔，等他干涸再着色，繁星皆春天秋晚和，皆欲泪滂沱。天生若有你渡我这生死又如何，何惧让我去化作江河。天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夜薄。天生若有你渡我去富贵又如何，何问这对错的是空泽。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何。天生若有你渡我去富贵又如何，何问这对错的是空泽。天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眼波。今生若有你渡我去富贵又如何，何分这对错的是空色。我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。乔峰，乔大哥是我的结拜兄长，他是真英雄大豪杰，武功酒量无双无对。只可惜他不在此处，要不然你我三人便可结拜为兄弟，共尽这义气之欢，实是平生之快事啊。段施主要和我结拜，
这是看得起我。那我们先结拜，等他日寻到乔大哥，我们再补拜一次如何？